小傻瓜，这不是大提琴，我剥削你就在吃点心，我一人就足够，但我曾经你们的四个金。没人围观，一堆人却听不到，看着邻居争执凌晨，越谈越认真，我慢慢等，慢慢等，慢慢等，那是我的人，人潮人潮在成灰。今天很辛苦，今天打扮这是什么风格？今天这个是荷兰风，荷兰姑娘，然后跟之前的造型完全是不一样。哦，所以你的故乡是荷兰吗？当然不是。没有啊，这场景很酷，因为是欧洲各个很就是有名的地方集合在一起，像我是荷兰人，然后这是英国风，然后我们的街景又是意大利的感觉。Gary 呢，是从这一扇门出来的，这扇门要为大家介绍一下，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它上面写的这个，对 ，Mr. J Bar， 这边进去就是接到我们那个另外一个场景，很屌，给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来跟打开看一下，这门把小心，门把开哦。J， 如果你跟我进去就会不见了哦，就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啊。好，小心啊、哦。进去看。好了，今天呢拍这首歌就比较大的大提琴，现场只有看到钢琴，没有看到大提琴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因为我们今天拍的不是大提琴，拍的是 double bass。double bass 有没有看到？放在那边。我一直在思考什么角落还没有拍到，就是现在这个角落，这个背影，好不好？女主角在找东西。欢迎浪花兄弟两位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，这时候，对。你们是浪花兄弟吗？我是杨长熙。那我就是 Darren 了。对对对，好了 ，Lara 今天呢又来客串演出了。那之前都走这种性感的路线吗？在自己专辑？没有，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师兄，就是总是给我这种突破的机会。我之前觉得呢，拍了蛇舞啊，甚至情伤珊瑚海，就是觉得 OK， 好像什么都经历过了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结果今天一到现场，就得知说，好，你等一下就穿那个网袜，然后在那个撞球桌上爬来爬去。我真的觉得很适合啊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要给他一个大改造，他的形象，我们需要去更有突破。对，对，好不好？那就是对啊，很感谢有这个机会，因为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应该大家可能看不到他这个样子啊。那 Gary 呢？今天是演什么角色？我 Gary 也撞球，就是来撞球了。没有，而且他还有舞蹈。对，舞蹈，舞蹈学多久？学前天练了两个小时，看得出来。对啊，其实不错，跟我一样哦。前面也是 dancer 很辛苦的陪练，对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也是花很长的时间，就是为了呈现更好、更棒的东西。